对，你们看开始就是我们今天介绍，就是今天26号就是纳西勒玛 burger ayam 在马来西亚。哇，这个在新加坡。纳西勒玛 burger， 我们期待已久，终于来马来西亚了。听说这个是 McDonald's 史上最好吃的 burger。哇哦！对，我们来吃看。今天这个那些burger那些的味道，还有我要看它里面有什么料。它的盒子是这样子罢了。啊！然后介绍一下里面有什么料啊？啊，有一块面包，有芝麻，有低温啊，这些那些嘛都有那个包蛋，蛋包蛋，还有一块鸡，还有三白。三白里面不知道有没有 anchovy 没有 anchovy onion yeah okay. 就这样子而已，就一二三四五五个东西吧。 OK， 我们要 try 看，可以吃了吗？可以，我这里想 OK 是哦，哇哦，很大个哦。 Alright， 那是了吗 burger？哇，很香耶！那个三包的味道很香，然后鸡，它鸡是脆的，然后它的那个什么onion，它洋葱很入味，甜甜的啊，甜甜的，哇，其实在新加坡已经很久啊，有出应该有半年前过，半年前已经出过，那现在还到马来西亚，不知道为什么。burger 是祖林今天早上来我们家时候，他送请我们吃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祖林。哇，丰富哦。很丰富。什么味道好吃啊？很香，它三包很香，它的洋葱很香，它鸡脆脆的，什么味道？你觉得？觉得就马西勒玛哦，就是完全像马西勒玛。那个 garden 的那个落地。一根比利时。面包哦啊有没有啊，那个它包在里面的那个 我会发图片出来，有点那个味道对那个它有一点辣，又不是一点辣，这样子让甜甜这样子啊，甜甜、我们这集了，那是McDonald's的麦的 review 就到此为止。对，那今天是第一天，如果你们要的话就快去买吃。哇，应该会排队啊，我觉得你第一天学校会剪出来啊，今天就要剪出来了，哇，这也不是很长了。大家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请点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订阅、鼓励、点力、收藏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